如果加起来至少有10亿吧，这三年来，那甚至也有用骗的，也有用骗的，所以这些在最近我已经快要忍受不了。我觉得如果我选择公布的话，就是我就豁出去了。那这些事情不讲，他就带到棺材里面去。我那天接到调查局的传单才好笑，调查局，哦，这以后再公布哈。负债的事情已经长达三年了。三年来，我一开始当然数字没有那么大，就一直在寻求解套的办法。但不是解套，不是说我去借或是什么，用很多方式啊，比方说我们两个啊立下什么样的东西，准备合作等等的这些问题，那很多很多都是子虚乌有。所以它会越来越大。那甚至也有用骗的，所以这些在最近我已经快要忍受不了。我觉得如果我选择公布的话，就是我就豁出去了。那这些事情不讲，他就带到棺材里面去。拿我出去不是我出去的，也是该到的。如果加起来至少有10亿吧，这三年来，我讲的10亿是接触过的。如果有一个人承诺了，就没这些事情。但是有没有都承诺？有。啊，那这些名单这些什么的，择个良辰吉日。我自己要看一下自己后面的命运到底怎么走，因为让人真的受不了。我还没细算呢，因为很难算。有没有破百啊？没有啦。我希望不要有那一天呐、啊，希望不要有那一天去公开这些东西，希望不要有。但这是真正到我受不了的时候，我就只好豁出去了。他到处卖的那个内容大概是什么样的？内容就是说你跟我假设你是女生嘛，你们的 LINE 他可以截图啊。对，说大概他截的哪些内容，然后来算我觉得就是讲女生嘛。女生吗？对，就是讲你跟女生嘛。可是 LINE 里面的文字能代表什么？我就不懂啊。他如果这个拿去丢，或者是什么爆料啊，没有人会，有些媒体也许就是那个恶劣的程度，我一定要把它公布，太恶劣了，到时候再说。暗中的攻击非常的多，包括我那天接到调查局的传单才好笑，调查局，这以后再公布哈。那是怎么回事？是调查局这一块现在还不方便？不行，侦查中就不公开。到了那一天我该讲我就讲，我就不管了。对，他也是名单之内。